你可以叫，哎，叫妈妈。以后依依就有两个妈妈了。阿妈。依依，妈妈好想你啊！依依想爸爸啦，还好吗？好，都挺好的。小雨，对不起啊。爸爸，你是被怪物锁在这里了吗？对呀。我每天都要在这里面跟怪兽搏斗，搏斗，搏斗，很累的。爸爸，那你要快点把怪兽打败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快点回家。好，等爸爸，爸爸跟怪兽打到一这么高的时候，爸爸就可以回家了啊。爸爸，一有在家里好好吃饭，好好喝牛奶。跟爸爸击个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加油，我经常带他来看你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妈妈会加油的，但你也要努力，你也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啊。依依有没有听阿姨的话呀？那你告诉妈妈，阿姨有没有像妈妈那样对你好呢？那依依听妈妈说，以后依依可以叫。哎，叫妈妈，以后依依就有两个妈妈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可以得到双份的爱了。阿妈，妈妈别哭，米露，谢谢你。依依以后会很幸福，她以后有两个妈妈，都会对她特别好。对不起，如果我一开始可以阻止他，我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你的话，或许事情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吧。我们两个人的人生也会不一样吧。过去就过去了，不要去想了。其实人生你过得不容易。放下吧，我以后经常带依依来看你。妈妈，我爱你。谢谢。从新开始吧。